好，开始哦。现在由沙豆斯产品为大家直播教授级生视频讲解。现在有请吴雅生先为大家发话。首先，生日，生日是一个很特殊的。是在对你微笑，迷茫的少年啊，快去创造奇迹！地狱的恶魔在向你鸣叫，你别踩了！哎，我操！英格再次出现，他们还有话说。你们要不要说一下？继续继续，说些感人事。煽情一点。认识的过程，真情流露呀。在某个你生日那天，我们会把它绑去送给你的。好的。下一个。怎么办？哎，问问题，问问题，主持人问问题。第一个穿蓝色 T 恤的，你对 Ricky 是什么印象？什么印象？什么印象？没人穿蓝色 T 恤。灰色哦，灰色蓝色 T 恤，从脸看是蓝色的嘛。灰色 T 恤，你对 Ricky 有什么印象？我对 Ricky。你对 Ricky 什么？有爱慕的好感吗？还是什么？好，第一个你说，不要再傻笑了，就是你。我可以自动跳过第二个，一抗。OK OK， 那你们一抗一抗说一抗说。你们每个人用什么歌声来调？对对对对对，好好想到了先说。先唱，先唱，唱歌，唱歌。来来来，送你的小孩。那么短，走吧。你们要一边跳一边。哎 ，One to start， 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Tell me， tell me， 快点呐、啊！可以把你拿过来，领出来，把你的爪出来，请回不要不要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快了不要，我不会唱，我真的不会唱这个，这是唯一两句我会唱的。那你们选一首歌吧。同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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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否决否决，我 veto 我 veto 了。好了，没有，我不会唱，我小林，我可以，我不会唱。这个有。对啊，快点快点，快快快快快。笨小孩啊！